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58集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Europark 的 Bumblebee 大黄蜂这款玩具呢，相较于前两款的个子稍微小一点，只有16公分。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呢，我就把它从盒子里取出来，我们直接来做一个来看一下组合完毕之后的这个大黄蜂啊。其实呢，虽然大家都评价说金刚王最好，但是呢，我三个把玩下来之后，我真的觉得三个其实各有所长。而以这个大黄蜂来说的话呢，甚至我觉得吧，它的身上的一些小机关可能还是里头最多的，头上的触角可以动，那没有换脸的机制啊，没有办法把口罩给换上去。那胸口的话呢，刚给各位提过是可以稍微动一下的。腹部的话呢，这里也是有一个转动的关节，上方的话呢组合上去的，但是实际上要转呢，好像胸下这个关节能够转的幅度非常的有限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细节，它的翅膀的话呢，这个角度呢刚好是躲过这个轮胎，而这个轮胎本身的话呢也是可以转动的。那转动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往上推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把手臂呢往后面去做一个移动了。那前方的话呢，再把它转回来，然后呢，我们的这个二头肌，当然都是可以转动啊。这些可动的话，其实就不太需要多做说明了啊。那喷溅的话倒是比较容易发生啊，拳头的这个护甲。那么呢，它的一个这里大腿的侧边啊，这里两侧可以打开。打开的话呢，可能是增加可动的幅度，也或者是说想要让大腿再更粗一点，会更加的好看。那膝盖的话呢，这地方有一个联动的关节啊，各位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其他两款玩具好像还没有啊，唯独这个大黄蜂是有这个机构的啊。那这块部件呢可以掀起来，掀起来之后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脚的活动范围再变大一些，脚底板很大啊，人物的站立性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稳啊。那么手的话呢有好几个替换的手臂，这款大黄蜂身形比例来讲的话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啊。那除了拳头之外啊，拳头啊，这个是明明就是中间有一个孔洞啊，不晓得是不是可以有武器可以握，但是应该也不太需要了。那它的一个手掌的话呢，除了这个完全张开的手掌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一个，则是一个没有张到那么开的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是把它的一个做出一个，类似于抱拳的一个动作啊。其实这款大黄蜂也做得很好了啊。那么这一次的话 ，Europark 所推出的三款玩具的话呢，它就不知不觉的给大家给做完了啊。三款认真来说的话，真的，我反而觉得以把玩性来说，可能大黄蜂还说不定还最好玩啊。相比较之下，反而 OP 的话呢，身形比例还有也没有枪，虽然说它电影头就是没有枪啊，比较起来的话，我反而觉得大黄蜂反而最好玩。然后因为它身上的配色也比较鲜艳了啊，那金刚王的话是因为它有多一个武器 ，CP 值也是蛮不错的。那虽然大家对它评价最高，可是三个把玩下来之后呢，我反而比较喜欢大黄蜂。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，把这一款大黄蜂给大家分享完毕了啊。那这个系列目前三款都介绍完了，之后还会不会推出其他角色呢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如果有的话，应该我会把它收集啊，毕竟一款大概台币900块钱左右，大概是现在官方一个 Deluxe Class 的玩具的原价，我们也可以把它收集。那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啊。那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